设计，那 3D 设计呢后面是一个非常水墨非常写意的一个画法，那前面用交叉的竹子来看氧化剂。画面其实就是画面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联动，不管是资源创意的一个交流或是资源的折中，那这个展览其实应该是说呈现共生之后的一个成果。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怎么样来跟保有自己的一个特色，可是又能够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个交流，然后争取一个发言权，那我想这是大家要学习的思考。